不是你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啊？你是不是跟韩善美和女儿相处久了？你整个人都变了，你小子要来往行不行？过两天是韩善美的生日，我想要办一个 party， 你打算怎么做呢？就去啊，我也没在怕他。韩尖尖是谁？乌鸦也想变凤凰。 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五晚上10点，《亲爱坏蛋》7日鲜。